無線電視記者張家豪報導。
卡羅霍正學校一個前助理入學主任同佢嘅男朋友更加上和妻，可以協助安排仔女入學，詐騙210萬。案情案27歲嘅女被告朱林英喺2015至2016年期間，先後向三個家長話，如果向學校又或者係卡羅上海分校徵款，有助佢哋嘅仔女獲學校取錄。而被告嘅男朋友就扮係學校嘅高層，開户口收徵款。其中一個家長被遊說捐款150萬之後，向校方查詢揭發事件。兩個被告被判詐騙同埋洗黑錢等等5項罪名成立，案件押後到今個月31日判刑。中國計劃2030年之前實現載人登月，研究人員展開模擬太空生活1年嘅月供計劃，期間志願者喺密閉艙裏邊中槍。